好，大家都有表决卡哈。那我想，大家都有一张了哈，啊，不要带案了哈，不要带案。来，有无阿哥有人无无？还有人没有表决卡吗？啊，有人哈，好好，对不对？那个议事同仁帮忙一下哈，看有没有问题。好，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国民党党团对于报告事项第39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3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重复表决。赞成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刘委员建国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第40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还没宣读哈，来先宣读。报告事项第40案。第40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的16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0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报告事项第40案，出席者，点名表决，出席者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0案程序委员会有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0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1案。第41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6人凝聚海洋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草案请水银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1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哦。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同步表决，免了。现在要点表决。OK， 好。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1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1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4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2案。第42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组织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会交司法界、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2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2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2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现有国民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邱委员致委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现在宣读报告事项第43案。第43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组织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3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3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3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3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4案。第44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的16人拟具国家海洋研究院组织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4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赞成。反对。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4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4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按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吴委员其名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5案。第45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海洋部渔业署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5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5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反对！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5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5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提议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6案。第46案，本院委员赖月龙等16人拟具农业部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会交司法、刑法、税、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6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6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6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现有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赞成。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7案。第47案，本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16人凝聚环境影响庇护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7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7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7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8案。第48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16人凝聚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8案，本案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开始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赞成。反对。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8案提议改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照国民党党团意见通提议通过了，对吧？对啊，我们是改嫁会馆，更好哎。这个不重复表决吗？我敢问一下啊，这个。谢谢。对，我们改嫁会馆加内政很好。Yes， 谢谢，掌声鼓励，谢谢民进党，谢谢。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99人，反对4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国民党党团提案通过。啊，这个不用重复表决了啊、哦。请宣读报告事项第49案。第49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8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9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
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反对。赞成。反对。赞成。反对。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49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4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赞成。对。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五十案。第五十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国家公园登山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五十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五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反对。赞成。反对。赞成。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五十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五十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赞成。反对。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51案。第51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6条、第74条及第79条两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第51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你们不是已经撤掉了吗？对啊，你们撤，是啦，你都搁画，不要搁画有意义，你是。较专心的啦，莫大家有意义，大家都。嘿啦，较专心的，较专心的，来。请宣读报告事项第52案。第52案，本院委员陈英等16人拟具《原住民族互助进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52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50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0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29人，反对71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
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29人，反对70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好，照程序委员会通过。宣读报告事项第53案。第53案，本院委员钟孔照拟撤回前拟之劳动基准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同意撤回。报告事项第53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3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高委员志鹏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53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3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一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我们按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宣读第54案。第54案，本院委员郑天才拟撤回前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行院会同意撤回。报告事项第54案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55案。第55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植物品种及种苗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55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5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反对。赞成。反对。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55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5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赞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56案。第56案，行政院考训函请审议《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局交通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56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56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6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57案。第57案，内政部函文修正《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场地设施使用规费收费标准》第2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提请委员交内政委员会。报告事项第57案，现由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57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7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现有国民党提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一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58案。第58案，内政部函送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问交内政委员会。报告事项第58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58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8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本案赞成者少数。林委员立场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1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59案。第59案，内政部函为修正替代役男双病停役权利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内政委员会。报告事项第59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陈委员移民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59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5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1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宣读报告事项第60案。第60案，内政部函请更正前送修正住宅性能评估实施办法部分条文及第3条附表4。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用交内政委员会。报告事项第60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60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0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说个话吧。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3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建议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61案。第61案，内政部函文修正建筑技术规则建筑设计施工面部分条文及建筑构造篇第66条之1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报告事项第61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无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群长柯总的，好，这个我在抽烟。呼叫柯总的，哇，这都害你了，跟 ATM 赌场一样。对呀，好帅啊！那个厕所，哇，厕所可以遥控的这种按钮。柯总的那就要扣掉，扣掉不买呀，扣掉。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1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61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1案，赞成国民党党团一。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终于。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30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62案。第62案，内政部函送国土计划法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报告事项第62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啦，阿你诶，夏姐，夏姐，甲林德伟，夏姐。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林委员德福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哎，无重复啊？不，这个是。无啊，第二张呢？啊，今麦开始啊。好。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62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2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再乱去，按照顺序去。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提案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63案。第63案，内政部改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议政署运用替代役以南，协助8县6县粉尘爆燃伤患复健期间陪伴关怀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第63案，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通过。报告事项第，请宣读报告事项第64案。第64案，内政部函送枪炮弹药刀械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报告事项第64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报告事项第6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64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4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
后说好的休息了。一定不把公共休息管住。先管理枪炮弹药的个人资料管理。有的时间到休息十分钟，再抓起去。看状况。麻烦国家补充经费补出来。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会当啉，我有水啦。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第65案结束之后，哈，我们再来。第66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休息的哈。请宣读第65案。第65案，内政部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住宅补贴办法第2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报告委员会，第65案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报告第66案。请宣读第66案。第66案，教育部函文，教育部奖助艺术教育工作实施办法名称修正为教育部奖助艺术与美感教育工作实施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事项第62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66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66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报告院会，立法院为大家准备了水果，等一下休息时间，请工作同仁发送给各位委员。休息20分钟，现在休息。